经济只有两条线，一个是钱从哪里来，经过哪里，又到哪里去，另一个是钱流动过程中，各个阶层、领域如何分配。要了解经济，就要先看政治，政经一体，不能分开。从改革开放开始，中国的发展基调就是发展增量带动存量，也就是先把蛋糕做大，再搞分配。而蛋糕已经做大了，但分配问题并没有处理好，行政垄断与央企垄断拿得太多。从保八到保七，又到现在的保六，表面上看是 GDP， 实际上就是在保就业。 1% 的 GDP 能带动大约1000万个就业。老牌资本主义靠战争输出生产力，而中国由于起点低，劳动力充足，靠人口红利来和平崛起。过去生产力低，物资短缺，发展存量就可以赚钱。现在生产力、商品、服务严重过剩，想赚钱只能通过转移存量财富。存量竞争就是互相玩，穷了这家，富了那家。这个世界的规则基本都是富人赚穷人钱。增量时代是分多分少的问题，而存量时代则是转移多少的问题。在转移的过程中，从下层到上层总共有三种赚钱套路。第一种，底层收智商税。收智商税核心逻辑则是信息不对称，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洗脑。而被洗脑者甘愿自欺欺人，每天不停地轰炸信息。过去以产品为中心，现在则以刺激需求为核心，你想要什么，然后就给你什么。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你自认为很高尚，从而自欺欺人。收智商税本质上是高认知者对低认知者在人性弱点上的营销行为。随便举几个例子，如贩卖自律。自律是一种被动行为，人对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明确的目标，即被动的充满自律。只有恐惧而没有欲望，任何人都不能自律起来。贩卖自律的对象往往都是漂泊奋斗的年轻人，卖的并不是自律本身，而是一个梦，一个假设可以通过自律而达到的梦。而实际上拖沓与逃避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格了。如保健品，在纪录片《食物的真相》中已表明，保健品基本零作用，但许多人该买还是买。有病了，保健品就是药；病好了，保健品就是补品；病没好，保健品吃的不够多；人挂了，保健品没吃对。这种毫无逻辑的话术仍然百试不爽，因为买保健品买的是一种安慰。再如知识付费、人际关系、情感关系、职业规划等 80% 都是虚头巴脑的东西，这些领域光张嘴就可以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基本都是思维上的套路。所谓的导师未必知道真相是什么，即使知道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告诉你。第二种，中层找接盘侠。人都是分圈层和阶层的，圈层之间就是一个不断模仿的过程，下层圈子努力模仿上一级圈子，从衣食住行到行为模式，从衣着上寻求名牌武装自己。针对这一模仿，出现了专门仿大牌的快时尚品牌，奢侈品打折排长队现象。饮食上要记住各种口味名店，学历上追求头衔，读的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容。学习钢琴、小提琴、芭蕾舞等奢侈艺术，所谓奢侈艺术本质价值并不在于欣赏，而是社交和层级的象征。在这些模仿里，生意机会就有了，出国中介、艺术培训、各种伪奢侈品学区房等。赚钱就是拿着上层玩剩下的东西去下层找接盘，而最大的接盘群体就是中产阶级。人傻，积蓄多，能干活。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活在套子里，套子套住的是人性，宰割的是财富。模仿者智商都不低，他们信息灵敏，视野相对开阔，正是由于此，他们寻求生活方式的转变，渴望追逐更高的层级。模仿这种风一般会刮个10年20年，对于西方贵族的崇拜和模仿可能会持续上百年。第三种，上层玩金融。前面的赚钱套路还停留在挣钱和赚钱的阶段，都是辛苦钱。
而最高级的玩法就是金融。低级思维看钱是站在空间上看，钱就是各种劳动力付出所得的回报。高级思维看钱是站在时间上看，钱只是个数字，是流动的水，不用天天干活，不用付出，只要找到合适的流动方式让它转起来，小溪可变大海。这种玩法西方走过了上百年，主要有两种方式，放贷和炒资产。现阶段的叫法则是某某金融，某某投资，前者把钱直接赚起来，后者需要资产这种载体，钱流进去，通过泡沫推高资产的价格，让人接盘后变现流出。放贷玩的是复利，看市面上各种白条就知道了，巨头追求的是领域垄断，位置占住了，资金流大了，用钱赚钱。人的一生，绝大多数人有钱没钱，核心是取决于利益分配，你生来在什么阶层，基本也就能分配到多少利益。当然也有利益分配机制转换的时候，如黑猫白猫的时期，但是当转换完成，阶层固化后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按资分配，资不光是资产，更多的是资源，生来资源多，分配的就多。当然也有少数人可以穿越阶层固化，做精英中的精英，除了能力外，更多的是靠运气。无论哪种跨越阶层，都是物质上的穿越，在权位上可能永远无法穿越。炒资产逻辑就是注入流动性，推高资产价格，再扔给接盘侠变现走人。炒盲盒、炒虚拟币、炒字画古董等，本质都一样，在这个生意里只需提前买入即将吹大的资产就可以了。所有盘面唯一区别就在于庄是谁，盘面有多大。小盘面不好玩，因为庄家小，操作盘面小，散户和庄之间信息极不对称，没法玩。股市算不算盘面大？不算，因为股市的设立初衷不是一个普惠的东西，是给国企找接盘侠的。而最大的庄就是国家，最大的盘面也在这里。因为这种盘面不取决于个人操作和财团操作，而是政策性操作，通过多角度整体分析考量，建立信息对称，进盘、逃盘，散户也是可以做到的。比如蓄水池理论，货币超发没地方去，不能流向消费领域，那么自然流入一个大蓄水池，中国房地产就是如此。看经济要看政治，看政治要看政策，看政策要看背后的分配，所有经济问题归结到最后都是分配问题，只有通过此处才能看清中国盘面的变化。